二丫选妙招，实物又有趣。大家好，我是二丫。梳子用久了，上面缠绕的都是头发，而且还有很多的油脂，非常脏。但是梳子的齿多，而且非常的深，特别难清洁。那今天二丫就来给你们分享一个快速清洗梳子的小妙招吧。咱们先准备一盆水，在水里挤入一节牙膏，再准备一支牙刷，把牙膏搅拌开溶解掉。接着就可以把梳子直接放到水里面，用小牙刷直接刷洗梳子。刷洗的时候可以横着竖着多刷一刷，牙刷的细软毛可以很好的深入到梳子的各种缝隙中，把污渍全部刷洗干净，而且牙膏还能够有效的去除上面的污渍。大家来看，真的非常的干净。另外，像咱们家里经常用的卷梳，可以先用牙签把上面的头发全部挑干净，再用上述方法来刷洗梳子。这种卷梳的清洁更需要牙刷，不然里面是很难刷洗到的。清洁完之后，咱们的梳子就会非常的干净，摸着也非常的舒服，没有平时的油腻感。用这样的梳子梳头更加顺畅，